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罗瑞牧师。我今天想要分享关于这个团契的生活。团契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关键的，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行动。所以如果你已经信主，然后你还没有加入一个团契，你还没有加入一个教会呢，你需要飞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属灵的家庭。我们先翻开圣经到罗马书第二章，这个第二章是讲那个五旬节，圣灵降临。这个基督教的教会正式的开始了。然后呢，彼得起来，我们知道彼得起来讲道给好几千人听，然后几千个人信主，那个受洗。所以圣经有记载在二章的四十二节，他们信主之后呢，他们用了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来回应这个呼召？不只是信、悔改、受洗。另外呢，他们相信然后悔改，他们洗礼之后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为，也是跟前面的一样重要的，就是在四十二节来读，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摆饼祈祷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摆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，他们信耶稣之后呢，他们开始做什么呢？他们就开始聚会。他们刚信就马上聚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信主之后，我不是在教会里面信主的，我是在一个夏令营信主的。我一信主之后，你知道我后来回家我做什么呢？我就找到聚会了。这是最自然的一个行动，最自然的一个行为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你要找到一个教会，可能说我记不得了，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就很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知道我们灵命成长要靠这个教会的帮助，教会的生活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顺服属灵的权柄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服侍人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，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饶恕。很多人他们去教会说，哎呀，这么多的假冒为善的人啊，或者是他们被得罪说算了不去了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不去教会的人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样也有罪，他们的眼目里面也有一根，不是一根刺，是一个梁木啊。别人他看到别人的眼中的这个刺，没看到自己里面的那个梁木。在这个属灵家庭生活当中，我们学习怎么样真正的活出来这个新的生命。所以有的人他们认为，哦，我不需要去教会，我没时间，我要上班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教会，你没有时间信耶稣，你没有时间真正的信耶稣。信耶稣不就是说我相信耶稣存在？很多人认为我信神，我信耶稣，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，甚至我受过洗礼，但是呢，接下来呢，他们也没有祷告，也没有读经，也没有去教会，没有参与这个家庭，这个教会的生活。这个人没有时间信耶稣。如果你没有时间聚会，你没有时间信耶稣啊。你说这个太夸张了吧？不就是要信吗？信他存在是第一件重要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男生坐下来跟他介绍福音，然后他听得非常的激动，他觉得哇，这个道很好，我要信。后来我也很激动，说感谢神。那如果你信，我们是这样生活，这样生活。我说你每个星期都要来教会，是不是？每个星期都要来教会吗？他说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，我。不行不行不行哦！我说你一定要来教会，这个是我们最起码的一个要灵命成长发展的一个秘诀什么的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从那天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人了。他一听到这个又尾声，他有害怕。我告诉你，有一天有一个财主来找耶稣，他也愿意得着永生，就像那天那个男生，他也愿意找到一个信仰。但是听到这个信仰要求他付上一定的代价之后呢，他就拒绝了。所以就像那个财主呢，听到耶稣要求他一切所有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够跟从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教会，我们参与教会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，又不是很高的。耶稣又还没有要求我们变卖我们一切所有跟从他了，就是抽时间来参与这个，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。
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人他们约你，他们有感动，他们有渴慕，他们 约你去教会，约你参与这个服事，但是一有其他的事情，一有什么紧迫的事情，一有什么家庭的需要，他们就不见了。这个 是可以接受的吗？这个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了。为什么呢？每人每天都要工作不是吗？是，每人每天都要找时间吃饭是吧？是啊。所以你有 家庭的需要也好、你有什么什么问题也好，你都一定会去上班的，你都会吃饭的。所以同样的，难道这个灵命的成长不比工作重要吗？更加的重要，不比家庭重要，更加的重要，因为它会决定你家庭未来的发展，你跟主的关系会决定你的一切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定一个优先次序，教会的生活、祷告的生活、团契的生活、家庭啊、工作啊，你不能够缺少这个，你不能够牺牲你的灵命为了世界。你要料理好，你要处理好这些事情，不是说你牺牲家庭或者是你不工作，但是说你要定一个优先次序，你要处理好，你永远不能够牺牲你的灵命为了世界上的东西。Amen。 好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今天来祝福各位听这个分享的人。就如果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属灵的家庭，我知道有的人他们每一个星期都换地方，他们每个月都换地方，没有找到，他们甚至还是像小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主啊，求你带领他们到一个好的教会里面，有一个好的牧者带领。主啊，在教会里面的人遇到困难，遇到一些挫折，遇到一些失望，求你保守他们，不要放弃弟兄姐妹，不要苦读，不要开始埋怨，要求你教导他们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顺服属灵的权柄，怎么样彼此饶恕，彼此相爱。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 愿神祝福你们。